作战开始。选择在初级的位置及方式。后方部队的支援炮击要到了，中继点被敌方压制了。炮击结束，支援炮击颇有成效，请出击。
据点被设置炸弹了。请出击。作战时间剩下两分钟。本次作战中据点的重要性提升，击破敌方 MS， 我方机体被击破了。我们赢了。